哥，怎么样啊？老爸他对我实在太残忍了，居然一毛不拔。你呢？我朋友比我还穷。哥，咱们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思路？ 调整思路。对，既然我们指望不上别人，那不如靠自己。创业不一定是非要大人给出钱，我们自己也可以白手起家呀。怎么白手起家？就是全部靠自己，从零做起。你看李嘉诚，他有什么背景？不照样是大富翁？还有你爸爸，你不是说你爸爸也是靠自己的努力才成功的吗？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？ 果果，他们各有各的时代。我爸赶上改革刚刚开放，钱好赚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你没有第一桶金，想干什么也干不成。第一桶金。 哥，我有个想法。说。车。 车。你昨天几点下班的？6点。6点，跟别人一样时间上下班。你凭什么比别人做得好？服装素描昨天画了几张？素描？没说要画吧？在库房工作还要画素描吗？ 你是机器人呐，给你个口令，你才会动一下吗？哦，我不说，你以为就没事了？上班搬搬东西，下班打打游戏，日子不错嘛。那你凭什么要做设计师啊？董事长，我从今天开始画。回去画50张服装素描图过来。50张？怎么，有问题吗？ 明天一早到公司拿给我，听清楚了吧？你可以出去了。裁员，海月，这里。 喝点什么？咖啡吧。服务员，一杯咖啡。哎呀，早日听说你从法国回来了，总想抽空聚聚，一直也没时间。这不聚了吗？你在桃园那边怎么样？哎，混着呗。小姐，您的咖啡。谢谢，请慢用。嗯。我有个大学同学也在你们桃园。谁啊？叫什么名字啊？连依兰。 连依兰，他呀，知道知道，他跟你是大学同学啊？对啊，听说他在你们库房工作。嗯，你这个同学挺神的，本来都被我们公司开除了，不知道董事长怎么想的，又把他弄回来了。哦，海燕，作为老同学，我给你提个醒，你最好防着点连依兰。 他可不是个省油的灯，真的？嗯，为什么？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问题了，手脚不干净不说，说话还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，往往都是这边说一套那边做一套的。难怪呢。你想想看，他怎么进你们公司的？ 他现在虽然在库房工作，可是你相信我吧，总有一天他会想尽办法进你们设计部的。江源，他在我手底下，我会放过他吗？<笑>你可千万不要小看他，否则你会很惨的哦。他要是敢惹我，我就让他吃不了，兜着走。
你们好，这边有人了。哦，对不起啊。有眼光，快吃饭！神经病啊，就是。 小姐您好，请问您找谁？你好，请问唐律师在吗？在的，您请进。唐律师，有客人。强人，没打招呼就过来了，挺冒昧的。不，我这里随时欢迎。啊，对了，中秋节快到了，我给你拿了两盒月饼。 谢谢，你太客气了。不是让你白吃的，我想过节去看望看望养老院的老人们，给他们送点月饼。嗯，想请你和我一起去，有时间吗？没问题，你真有心。也不是了，正好公司给员工发福利，我就多申请了一些。那，我能不能代表老人们请你吃顿饭呢？好啊，那我可要趁机宰宰大律师喽。 那走吧。嗯。唐律师，这就是你那位吧？什么那位？请慢用，谢谢。 哎，等一等，我来吧。洗涤公司是流水线，萝卜快乐不洗泥，我再给他加工加工。真是个好习惯。请用餐，唐先生。谢谢，陈小姐。 来，咱们喝一杯吧。好，干杯！干杯！打扰一下，请问素描纸在哪里？ 对不起，我想领一些素描纸。你是设计师吗？不是。你一个看库房的，要领素描纸干什么？董事长让我画一些素描。是吗？董事长可没通知我可以让你领素描纸。你让董事长给我们设计部下个通知吧。 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嘿，你画的什么东西啊？我画设计图。设计图？哎呦喂，这库房什么时候变成设计二部了？你是设计二部的部长吗？ 不是，是董事长让我画服装速写。你董事长，你别叫了董事长给你撑腰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哎，我问你，这库房活你干完了吗？啊，桌子你擦了吗？地你墩了吗？这开水你打了吗？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！你瞧瞧你这衣服挂的乱七八糟的，这突然哪天董事长要提出来要哪年设计的哪款服装，你能马上找得出来吗？啊？
来，一兰，对不起，有个哥们儿刚失恋了，突然跑过来闹着要喝酒，因为只有我是单身，家里有地方。 所以没来得及告诉你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我回来就是拿点东西，马上要出去，你不用管我，快进去吧。你要拿什么，我帮你拿吧。嗯，没什么，先不拿了。丹峰，你去哪儿了？他们在叫你呢，你快进去吧，我先走了。 什么呀？不就是被女朋友甩了吗？一个大男人的被个女人甩了就哭成这样，哎呦！你看人家丹峰，根本就不找女朋友。要我说呀，这才叫高人啊！什么？我说丹峰，你老看什么看？老看你那破表，来。 丹峰，哎，今儿个晚上喝得不够尽兴啊，下回上我家喝去。实在不好意思，今天少搭个兴了，没事，太晚了，明天还要上班，我们下次再去。走了啊，我们就走了啊，今天实在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，你上去吧。张琪，不要再伤心了啊。好嘞，知道了。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.
依兰。依兰。依兰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害你在这里睡着了。你朋友走了吗？他们都走了。真的对不起。没事。咱们回家吧。没停，就是看你睡着了，把灯关了，让你睡会儿。你去睡吧，明早我要交的作业还没有做完。那好吧，注意别太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Thank you.
你这种画法，别说50张，要100张、1000张都没有问题。你自己好好看看，这叫设计草图吗？里面的每一张都差不多，你印下来的？啊？别说这里面有好的了，我翻了一遍，没有一张有印象的。你昨天都做什么了？为了应付差事，胡乱画一通。董事长。 我是一张一张画的。哦，那你是怪我要求太多了，啊？你到底行不行？明天还能画得再好点吗？能。明天交100张。董事长，这不可能。哼，你就这么点本事吗？不可能。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啊，杨总，我非常感谢您。不用谢。你住在我那里的事情，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起来了，我是怕别人会误会。嗯，发了工资我就去找房子。 工作怎么样？还可以。我知道这次能再进桃园，您一定暗中帮我说了好话。好，那倒没有。这都是董事长的决定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谢谢您，您是我的恩人。这我就不敢当了。 你要改掉你以前的坏毛病，好好的干。啊，我一定不再那么任性了。 对不起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毛手毛脚的。没事没事，我擦擦就行了。哎，不行，擦不掉的。你赶紧去洗洗，这个时间久了，印上去就洗不掉了。那好吧。
强言，啊，你来坐。依兰，你脸色不太好啊。啊，有点困。刚才我还在想，中午又要一个人吃饭了，然后就接到你的电话了。我正好不忙，中午就约你一起吃饭喽。嗯，你这包里装的什么？这个啊，别提了，董事长给我的任务，画速写图，一天50张。哦，不是100张，真是时间紧任务重，走哪儿都得背着随时画。努力工作才会有回报嘛，加油努力吧。你想吃点什么？随便吧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好。强源，你今天在咖啡厅看到我的钱包了吗？没有啊，丢了吗？我钱包找不到了，我明明记得早上就放在包里的呀。别着急，慢慢找。到处都找了，肯定是丢了。海燕，我就随便问问，你别往心里去哈。今天连依兰去没去过你办公室啊？不知道啊。啊，你等等。牡丹，早上库房部的连依兰来过吗？来过，早上来送过服装。嗯，她早上来过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随便问问，当我没说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行，那先这样。你们好，等一下，让我看看你的包。啊？为什么要看我的包？我的钱包丢了，让我看看你的包里面有没有。不行，我怎么会拿你的钱包呢？你要找钱包可以去报警，也可以去找保安，凭什么要看我的包？哎，想去哪儿？你要是没拿王姐钱包，就打开你的包让我们看看。哎。放手！你行。这样吧，让我看你的包。如果你的包里面没有我的钱包，我向你道歉，行了吧？哎！这是什么？你还说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真的不是我拿的。连依兰，你就等着被开除吧！活该。
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？你吃饭了吗？要是没吃饭的话，吃口蛋炒饭吧，我多做了一份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迷了眼。是给我留的吗？是。那我不客气了。奇怪吗？奇怪什么？你给别人做饭吃，也不问问人家好不好吃。没有特意做，只是我做多了一个人吃不了。反正我吃了你做的饭，你就不问问我好不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嗯，还不错，熟了。其实挺好吃的，比饭店做的好吃。是吗？你在饭店打过工吧？你有厨师执照，你还有律师执照。你的兴趣是收集各种执照？你的想象力还真丰富。我只是一个人住久了，有点基本的生活能力吧。互补了。我和我寝室同学合住的时候，煮饭煮菜一律都是他做的，倒不是他勤快，只是他实在吃不下我做的饭。我的做饭水平我自己都不敢恭维。但是其他的事情，比如打扫啊、搬东西呀、钉钉子、打小墙什么的，都是我来做，所以我还是很有用的。没想到我自己这么能干，看来定期总结还是很有必要的。当你觉得孤单无助的时候，想想还有几十亿细胞只为你一个人而活。对了，蛋炒饭怎么做才能做得这么好吃？哦，随便做的就这样了。你要是喜欢吃的话，就多吃点。吃完早饭再走吧，昨晚吃了你的饭，今天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我要是找到房子，随时都会搬走，趁我还没搬走，给你做顿饭吃。不用了，我上班去了。不是还早吗？你做嘛，费了半天劲才做好的，说什么你也得尝尝吧，坐啊。
红豆粥。嗯，尝尝好吃吗？肯定好吃。哦，怎么了？啊，红豆怎么这么硬？和我外婆做的不一样哎。这红豆根本就没熟。不会吧？和米一起煮的，米都熟了呀。米和红豆煮的时间不一样，红豆煮的慢，米熟的比较快，应该把红豆煮熟了先放着，煮饭的时候再一起放进去。别吃了。为什么不吃啊？你辛辛苦苦做的，我怎么能不吃呢？再说了，米还是熟了吗？丹峰，别坐在那儿啊，赶紧换上衣服，打打球。你总是坐办公室，也要经常锻炼锻炼身体啊。有什么事情你就快说吧，我还有事情要办。你说你这闷声不响的个性像谁呀？什么事儿我不问，你也不说。对了，那姑娘怎么样了？哪个姑娘？送你上医院的那个，后来你又跟他见面了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咱们都得谢谢人家，你说呢？见过，只是谈公事。嗯，管他公事私事呢，反正见了面，随便你们说什么嘛。那姑娘，我看行。丹峰啊，你别总是忙着工作，个人的事儿也上点心。啊，那姑娘多大了？是咱们镇上的吗？有男朋友吗？有工作吗？做什么的？她就是个快递公司的普通小职员。啊，你要是给妈领回个一生儿媳妇就好了。嗯，没有没有，那个妈胡说呢，只要人好就行。上次在医院见她的时候，那个姑娘挺乖巧的，长得也漂亮。如果是单身，你就尽快找一天把她带来让我见见。进来。什么事儿？那个新来的连依兰，她偷东西。她偷什么了？她偷了我的钱包，被我陈曦、吴丹抓了个现行。那她够笨的，偷东西都不做的周密性，居然被你们捉住。董事长，我希望您能处理一下这件事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我的心为你而牵绊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回到原点，感觉到幸福已不远。接着那星光灿烂，
在喧闹的街边，我们肩并着肩，幸福在蔓延。跟随命运的轨迹，爱着你，我的生命从此有意义。有多少黑暗，脆弱的心永远。